才有时间看，然后我发现，我还蛮感谢大家，就是有真的走进去啦。因为我其实最担心的是，大家只是把它当作一场床戏在看，就只是激情澎湃而已。但其实，看起来好像会开花结果的东西，其实那个过程之中是很伤痛的。对，尽管两个人亲的再怎么激烈还是什么，我觉得哇，原来大家是真的有沉下心去看，这点让我很感动。